26岁，我单身，我骄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韶文。今天呢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生日，他刚满26岁，然后呢，因为他就是刚恢复单身，我们就想说要帮他过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。然后呢，我们除了上网定制了专属的红布条之外呢，我还在这个忙碌的期间呢，准备了一个面纸包，我们要帮他客制化。刚刚已经特别去加了老板娘的 LINE， 然后呢，把照片传出去了。他写说：“我是卢威琳，我刚满26岁，我单身，我骄傲。”那希望老板娘可以在这个忙碌的时候帮我们赶出来。老板，老板，我刚刚把我们要设计的那个图片跟文字寄过去了，你有收到吗？我也来帮你处理，我现在很忙。好，那我要留我的东西给你吗？还是你就等下回？我要留我电话吗？还是你等下回我 LINE 就好？都可以，你留个电话好了。好好好，现在还没有控制你的东西。谢谢你。好，嗯，拜拜。耶，老板答应了。我25号可以收到。嗯。好。嗯，好，那我除了面纸，我还可以收到什么？卡片是不是？嗯，对，刚接到一通非常难过的电话，就是那个高雄的阿姨打电话来说，她那个卫生纸来不及做，因为最近太忙。她刚跟我说，现在完全没有发包出去，可是我后天就要有，所以刚刚经历了半小时的交涉。阿姨说只能帮我印成1000张名片跟1000包卫生纸，叫我自己拿订书机订。阿姨刚刚打来说能不能接受她的道歉，我也只好接受。我看这些烂面，我看名片呢，名片会没来啊？等一下，那名片呢？怎么是这个？我还没。你被挂电话？他没挂啊。你被挂电话？我等一下告诉你吧。名片还没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只有收到面纸呢。对啊，我去邮局快递箱了，我再拍我的那个给你看。那你可以帮我问他今天会不会到吗？等一下，还是你先帮我问邮局。嗯？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呢。帮邮局叫个机器啊。对啊。好，那你先帮我问一下好不好？我上网去查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拍到给你看。邮局编号？啊，你不是有编号？我是先拍到给你看，我刚有上网邮局查看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先上去查，再跟我讲。又挂掉了。阿姨不想理你，他就是我很忙。我刚经过两年，我终于到货，就是卢威琳的单身面子。也就是说，用完这包卫生纸的人呢，就是可以看有没有认识卢威琳。重点是这张照片出来了，然后脸书发的，而且这一箱总共有1000包卫生纸，价值是新台币1900块。对呀，你的生日礼物来了，你一定不知道这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卢威琳。没让你在机场发，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啊？因为那时候我单身，我骄傲，说出单身女性的心声。而且下面还有你的 IG 账号，哎，对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用完卫生纸的人，他就可以认识你，哎，对。那开始他了吧？摆在一些公厕里。这个礼物算是很特别吧？对，就是超重的，哎，很用心哎。我觉得你可以抓一把都可以。好丢脸哦！我们公司没有1000个人啊，而且我看还有两个版本呢。你让他们自己挑，你要红色还是白色？好，快点。竞选人送完卫生纸不是会跟？好用啊！姐要姐，姐多拿几张，姐多拿几张。你要跟那个选民握手吗？我要卫生纸，请多支持。天哪！
中。很好用哎，谢谢、啊、你是全世界第一个拿这么多的、欸，真的吗？不荣幸哦，我好想做这个发给楼下，发给楼下，因为说不定他会因此谈到一个恋爱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为上面有留 IG 账号。可是如果是这两张照片呢？如果这么丑，就爱你代表真心爱啊，对，因为看到本人会觉得漂亮，找到真爱，除非他真的爱丑。欸、很多人想一下，因为我今天po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同意的，每个人都说要帮我留三包，每一个人都有说要。可是po在没有你的任何一个地方。送同事好吗？送你一包卫生纸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他生日了。所以对平常照顾你的，你就送到卫生纸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今天生日，然后观察我就做了这个我个人的卫生纸。最近你拉肚子好需要。但我上厕所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你突然解放你，你把这个撕掉好了，你就用里面卫生纸。哎、欸，你念一下，如果说一个男生上厕所，看到这些会开心吗？而且你知道那个高雄的阿姨英文有多差吗？她还打来说，啊，关弟弟，我再问一下，你是 S P F L 还是 I？不是，他分不出 L 跟 I， 搞得我到疑惑，我还是去查一次。太好笑了啦 ！S P， 我看阿姨有可能会爆红哦，因为我上次送完一个匾额之后，那声音突然大爆红，所以我看阿姨，你不要以后吃不完兜着走，声音。哎，这个妹妹 OK 吗？还 OK。哎、欸，你也很哎、欸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放一个，然后后面竟然就吓到。有谁要照片？很烦死哎！这都是一个照片。一千包怎么放了完？我已经分送给 ETtoday 各式各样的人了，包含摄影啊、同事们，他们每个人都露出为难的表情。好，现在就是寿星本人呢，经历了红布条的洗礼，现在又收到了一千包专属的卫生纸，我们很开心的把上面的标语念出来。我是卢维林，我刚满26岁，我单身，我骄傲。大家生日快乐，卫生纸永远用不完。好像最麻烦的其实是收这个一千包的卫生纸，你们看，真的是自己在收，真的是一千包的卫生纸哎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收到这种礼物真的算是哭笑不得。我跟你说，我周的礼物。公司一些小地方都摆一两，可是我觉得你要先带一点回去，是因为有真的很多人想要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跟我们预约这件事情，就每天跑场，然后带一点出去，就发言发言。你就那个记者会，他们要跟你要名片，你明天是林宥嘉的那个，你也给林宥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很荒唐啊！他跟卫生纸超少的。高雄阿姨会生气。嗯，然后上厕所如果没关，那没关呢。嗯 ，OK， 第二件，来，那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有一些变化。OK， 就是有点层次感。对对对，有一点层次感。我只能说呢，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。那就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拜拜，还要开铃铛哦。那个卢维林落寞的背影。继续找。